非常的不错耶。那我们应该是出现在一个很大的，先挖一点木头啊。是因为不一样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有条材质包。今天目标就是盖出一个小屋啊。我奇怪的话，这种项目，这种原木，盖一个工作台，岩浆湖，对，可以盖一门。其实我们要有铁桶啊，挖了。没事，没事。记一下坐标。所以这样应该够了，快饿死了，先吃一点生肉吧。保湿度还 OK 啊，山羊，好多山羊，挖点石头，有煤，挖一下，挖一下，挖一下。还有，好多煤可以挖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做火把了，水哦，太夸张了吧！什么声音啊？先睡在这吧。我们不缺这个米，只是多挖几个吧。
以防等一下没有火吧。可以先挖，先挖这样一组，应该够了。我先给看看看一下有哪些平原。这里感觉适合，只是好像都没有什么树诶。A few moments later.
Thank you.